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各位观众朋友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！真欢迎你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咱大家来讲解《创世纪》这本经典。啊，咱在讲《创世纪》这本经典，咱已经讲到前礼拜，就讲到十八章，上帝甲另外两个天使做伙去找阿伯拉罕、玛格、阿伯拉罕单独讨论过关于索多玛城的问题。啊，咱今仔继续在看见索多玛城安怎受毁灭的情形，所以今仔所要读的圣经节，就是伫创世纪十九章。读到创世纪十九章，啊，我前礼拜有甲咱讲过，十八章、十九章拢是同一种的资料。这个资料是上早期的资料，伊在表明人甲上帝关系本来是真密切的，密切到会当安尼当面讲话、去讨论代志。所以上帝亲自甲阿伯拉罕讨论代志，讨论索多玛城的问题啊。阿伯拉罕答上帝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嘛，真要紧的问题，就是上帝，你若是公义，敢真正予好人甲歹人分袂开？啊，上帝的意思就是讲，绝对分甲足清楚，哦，袂冤枉人啊，这是一个真基本的所在，就是无冤枉、无罪人，甲有罪人拢得到受害。上帝的刑罚是非常清楚，予遐违背伊的命令的人承受刑罚，予遵循伊的教示、伊的命令的人无承受到这种的刑罚。啊，这是伫圣经的内面一贯的表达非常清楚的一个主流思想。啊，咱有这个了解的时阵，在看到创世纪内底这种早期的资料，伊在表达人甲上帝上好的关系，就是上帝亲自来甲人在讨论问题，甲人讲话，甲人三甲做阵啊，这就是创世纪在讲起迄个人伫上水的境界，就是这种的境界。所以咱在看创世纪第三章，就是这种的资料所产生；第二章、第三章拢是这个资料。伊在讲上帝在迄个乐园的内面，甲人面对面讲话，甲人有迄个真水的对话来讨论代志。啊，这就是人上好的境界哦。啊，咱今仔日在看这个十九章，讲到索多玛城的毁坏，真紧乎一挂人搁想起另外一个问题。圣经的内面一再在甲咱讲起，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公义的上帝，搁是甚物？搁是慈悲满满的上帝。我伫讲起上帝公义，一个上具体的表达的方式，就是慈悲怜悯。哦，这个慈悲怜悯，就是上帝特色。咱伫看约翰一书第四章，伊就写一句真要紧的话，伊讲上帝是疼，吼、哦，那认捌上帝就是疼，啊，疼是对上帝来，啊，人若讲伊疼上帝，啊，不要疼伊的兄弟，这无算疼，啊，但是咱所有的疼是对上帝来学习到，哦，这个是约翰一书的度假真清楚在甲咱讲起，吼、哦，圣经。对古约到新约，拢在介绍上帝，敢若介绍一个真基本的主题。上帝是一个慈悲满满的上帝，慈悲满满的上帝是安那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人的歹。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十、第九十，咱去读到诗人安尼在描写上帝，咱在读出来记记，万一读到什么？上帝。
用伊个慈悲个手，牵遐个伫劳累、艰苦个中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这拢伫表明上帝慈悲佮疼痛。咱也看《约拿书》第四章，第真趣味。约拿真爱伊个对敌个城市尼尼微城受毁坏，啊，上帝是爱约拿去甲尼尼微城个人苦劝，毋望因悔改。啊，结果是表明伫倒位，提讲人比上帝计真恶毒个吼，人真爱好。互对敌拢消灭去，啊！上帝是爱互人会当好好三徛起，所以上帝想尽办法爱用哪去甲尼尼微城的人讲什么？讲叫因得爱悔改，啊！用哪无爱去用真济方法要抵挡上帝，其中的一个方法是什么？伊逃走。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，伊往另外一边走，伊想要走去西班牙。结果走无成，走无成，佮倒转来，上帝叫伊佮去，伊去到尼尼微城，迄得爱行三日的路才行会完。不圣经甲咱讲，用那敢若行一日啦，敢若行一日，啊去甲尼尼微城人讲甚物？讲佮再四十日，这个城要毁坏。哦，这真心切个吼，上帝是甲伊讲，你去甲尼尼微城的人讲。因做的歹，我拢知影。哦，我要好好啊，甲因算账。啊，结果用那去是敢讲哦，搁再四十日咯，上帝特别来甲因算账。所以尼尼微城人着惊哦，赶紧安尼，真正对国王到老百姓，甚至厝里的精神，拢总分穿满衫金甲。我这是非常妖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真艰苦。结果上帝就决意要赦免尼尼微城的人，安怎问题出来？上帝决意要赦免尼尼微城的人，用那挡袂掉，所以用那作受气，用什么来抵抗上帝？用死来抵抗上帝。所以伊讲伊要死给上帝看，啊，那上帝才用什么？用一张笔抹手，哦，笔抹手啊。伊得坐到日光下，啊，上帝用笔抹手来擦日光，啊，好用那感觉真凉真爽快。啊，当用那感觉真凉真爽快时，上帝佫找一只虫，将迄张笔抹手食了了，用那佫好日头晒个，得佫气。迄、那个当受气，伊就开始佫准备要死。但是伊想哪开要死，伊得讲起上帝问题，安怎讲的？用那书第四章啊，对。第二节、第三节，用那就开始在讲，我的知你是一个慈悲满满的上帝，你无记得人的歹，你充满怜悯。哦，这是用那在描写上帝的一句真重要的话。所以，上帝是一个慈悲满满的上帝。咱也在看路加这本福音书，路加这个作者。用真多耶稣的譬如来的描写天顶的上帝是一个慈悲满满的上帝。啊，你也看两个故事是上典型，其中的一个就是伫路加十五章，伊在讲到一个放荡的囡仔倒转来，老爸无第二句话就甲伊接纳起来，看伊亲像原来囝儿，无因为这个囡仔放荡败坏家伙，啊就来。拒绝伊的关系，讲无上帝无记得伊过去的歹哦，这个老爸将伊过去的歹拢无达摕起来算，用这个来的描写上帝亲像安尼。佮另外一个故事在讲到甚物？讲到羊一百只，然后有一只失落的，啊，这主人为着要找这只失落的羊，将九十九只都放地。有可能请别人来照顾，然后伊就开始出去敲催迄只失落的羊。啊，这拢在讲什么？这拢在讲起上帝特别的疼，伊会当将遐个予伊无看路的衫子放伫边啊，去专门找迄个予伊真头壳疼的对象。即有慈悲满满的上帝，伊拄拄亲像安尼在敲催人。啊！伫爱人倒转去到伫伊个乐园个内面，
所以路加福音书写到路尾，就伊写到这个甲耶稣同定十字架人，两个人内底其中有一个甲耶稣讲什么？伊讲主啊，今仔日你若去到乐园，请你纪念我。哦，去到你的乐园，请你纪念我。这个人会和耶稣同时阵定十字架。迄、那个主要原因伫倒，因为伊是做真歹真歹的代志，互罗马帝国的政府认为这种人应该在安怎判定十字架的刑。结果因为安尼，这个人得到救，因为耶稣讲今仔日你要甲我到伫乐园的内面。伫这个最后的时刻，你就是有悔改，上帝嘛欢喜接纳。这差不多是路加福音书的一个上重要主题啊，一个路径，一个路线。啊，这路线通讲是规本圣经，规本圣经在描写的上帝，就是一个慈悲满满、有怜悯的上帝，无记得人的歹的上帝。这是路加福音书所提供，也是讲旧约的圣经所提供，予咱一个真清楚的理解哈。在这种理解的下面，有人在在问这个问题，那是安尼？上帝是安怎要将所得玛城、乌摩拉城，给毁灭毁一条，规城毁灭？这安尼是毋是上帝加真残忍、加真残酷？有真侪人在读圣经，特别是读到旧约的圣经，拢定有一个感受，就讲。上帝实在是真歹，上帝真严苛的上帝。人犯罪，上帝用大水淹人，淹了了，淹这所有的创造物。我上帝哪会安尼做？哦，该问犯罪，上帝该讲，无论人拄到你什么，有可能会造成伊性命的损害，所以互该问感觉。惊吓不安，伊甲上帝讲什么？讲这个刑罚超过我会当承受，上帝改变伊的刑罚。咱若在读这个圣经，会去感觉讲，哦，上帝哪会遐尼的严苛啊？这是咱在读圣经常常读到，但是咱若小可去注意，咱就会发现一项。圣经的读者其实是安尼的写，就讲伊要去追求一个答案。是安怎样人有艰苦，生命是安怎样有苦难？哦，圣经的读者一直在找这个问题，找到落尾找到一项：人的生命有苦难，人的生命有艰苦，甲人犯罪有密切的关系。罪所带来的什么？死亡。这是罗马书保罗所写哦。罪的价钱就是什么？死。所以人在罪中间，上帝怎样在施行伊的拯救，这个才是重要。啊，但所得玛城乌摩拉，上帝亲自来到所得玛城乌摩拉，其实就是要从什么？就要来施行伊的审判。不过上帝是一个慈悲满满的上帝，伊的审判，伊袂冤枉人。这是圣经的里面一个真要紧的故事啊，甲教示上帝袂冤枉人。上帝唔但是袂冤枉，上帝佫进一步，是安那？伫表明伊对人的疼痛。咱来看保罗写伫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，伊讲甚物？伊讲当咱要佫伫罪的生活的中间，咱要活伫罪的里面的时。上帝已经表明出伊极大无比的疼痛，哦，表明伊的极大无比的疼痛，找见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，予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甲上帝和好的快乐，得到甲上帝和好的机会，这个都在显明上帝疼，因为人是有罪人。无资格甲上帝去面对面讲话，毋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予人的罪会当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帮助啊！这是一个圣经的内面上基本的观念，
要报咱知影，是咱要得犯罪时，上帝已经找耶稣基督来疼咱。啊，这都在显明上帝无比的疼痛。咱一般的人唔是安尼，咱一般的人拢是安怎，拢爱去疼迄落会晓疼我。咱无可能去疼一个是咱所无介意的对象。哦，咱伫看一般的爸母伫疼囡仔，拢疼迄落啥物？真够教囡仔，哎，真够教爸母安尼讲好话哦，啊，听上听听爸母的话，啊，认真读学校的册。这拢是一般的爸母上爱听这种的。我常听到会友啊在讲到伊家己的囡仔是，哎呦好，因有够乖啦，我拢唔捌操烦，迄种的欢喜，常常对因的心内讲会出来。但是同款嘛，拄到迄个爸母拄到囡仔真放荡，啊无听话，或者是讲安尼真少倒转来厝里的时。爸母的心内会感觉足唔是滋味，伊会感觉呐、啊，我生这个囡仔，哦，有当时落到落尾，有诶爸母讲啥，讲我无这个囡仔，啊，将这囡仔关系改撤离掉。基督教的信仰的内面，伊无安尼讲，伊讲是咱犯罪，上帝已经找伊的囝耶稣基督，伫咱要活伫罪中间，伊的大心疼咱。这都在显明上帝的慈悲和疼痛，所以咱会当对上帝这种的慈悲疼痛倒转来看所得玛利亚的事。是安那上帝找两个天使，所得玛利亚、俄摩拉这两个城生气，伊毋是要去调查迄城犯罪是毋？伊毋茫通过因的出现，或者城的人知影哦，上帝审判到，因为伊的天使已经来。来到在我们的中间，给他们的警醒，这是一个目的、哦、这个目的是真要紧。但是我也有跟我们说过，阿伯拉罕看见上帝跟两个罗伯做回来时，头一个就随声感应出来，这三个人不一样，有可能对上帝那来，甚至上帝本身，所以阿伯拉罕从他的手接待这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上帝。安尼，这种不时有在跟上帝保持和好的关系人，伊才认得出上帝，伊才看得到上帝。哦，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所在。啊，当这两上帝倒转去伊的所在，剩的两个天使就要去执行这种毁灭的工作的时，因来到所得玛利亚，这是咱今日所读十九章第一节到三十八节。的资料，第这两个天使来到伫所得玛利亚的时阵，伊讲城门口新人坐伫啊，罗德坐伫啊，这罗德坐伫迄个所在，坐伫城门口。刘英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古早时代城门口是足重要，是哪重要？迄头一人城门口就是法院。法院在审判伫城门口，因为遐人上介济，所以伫城门口审判嘛，得表明两种的意义。头一种的意义，伊予受过受伤的人，伫证人的面前，即个案拢呈现出来。所以，伫证人的面前要受过的人来，安尼毋是干那法官在判，伫审问，犹阁有啥物？还有证人在看，看这个法官审问了是不是公道、哦、这是真要紧、哦、有公道啊无，这个是要紧、哦、所以他说坐在城门口有一个可能性，罗德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所得玛利亚里面的贵族，有可能是拿钱去换到这个地位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他可以坐在城的门口的所在，表明伊伫所得玛利亚有真悬的地位啊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人物。啊，去到伫城的中间，伫迄个所在，这天使这去，哇，因这拄着，罗德头一个感觉，拄着这三个天使，拄着这两个天使，头一个感觉甲阿伯兰的感觉是同款。
感觉这两个人真无同款，伊有可能唔是人，是天使。所以罗德就拍伫这两个人的面前，恭恭邀请伊入伊的厝内，伊好款待伊。这是头奖。第二奖就是伊邀请这两个人去到伊的厝的时，这两个人随时甲伊讲，因爱做的工课是啥物？甲罗德讲，伊爱赶紧找伊的囝儿。伊个囝儿、个丈夫拢啊找找倒来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，若是甲罗德有关系亲人，即个近亲呢，上帝拢要怜悯赦免。这就是在讲上帝怜悯赦免。啊，结果罗德听天使话，走去城内找伊个囝婿。伊甲伊个囝婿讲因个问题，伊得。对天使啊，得到声音，啊，那问题出伫遮。犯罪人讲无爱上帝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啊。对犯罪人，伊讲伊无需要上帝，所以你看伊两个囝婿，甲罗德讲啥？讲伊是伫滚笑哦，伊伫讲罗德是伫滚笑，确实天使一直吹，伫吹心人，伫吹逼罗德。一定要去想办法，将伊的母子拢带出离开这个索多玛城。罗德的一个想法，敢有需要？伊的仔婿无要出去，伊的仔婿甚至甲伊讲什么？讲敢有这个代志？因认为是在滚笑，世间无这个代志，有法度乎规个城遐济人拢灭去，但是。天使硬硬吹，罗德真清楚，那是天使的声。不过罗德有几种的问题，底下来造出来。头前的问题在倒位，伊信心无够坚定，伊一直无法度真坚定讲，这真正是上帝派这两个天使要来毁灭伊徛起的城，伊差不多无法度想象。咱若想讲阿伯来安得讲的。啊，无十个异人，啊，上帝甲阿伯兰讲，你若找有十个，我嘛无毁灭这个城，免找到一个都无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当天使叫罗德第一去找伊的查某囝，甲囝婿倒转来时，伊的囝婿唔倒转来，到落尾罗德只有一个方式，带伊的母囝离开迄个所在。唔过伊要离开。伊阁甲天使讲啥物？讲伊走袂去，走袂遐远的所在，所以伊爱上帝天使，予伊伫附近迄个庄稼底下来休困。天使嘛答应伊，然后予伊底下休困，到天光的时，伊才走离开迄个所在，上关山去。啊，咱会当对这个圣经在中间看见几个问题。头前就是罗德嘛，甲迄个城的人。同款伫迄个真混乱的生活的内面，所以虽然要叫伊离开，伊袂真爱，这是头奖。伊若真坚持，我相信伊的囝婿会甲伊做伙去啊。啊，第二样，咱你看到啥物？看到罗德的某，还搁在歪头看索多玛城。天使一直交代，你干来当走，袂当歪头。啥物伊的歪头？伊的歪头拄拄在表明着。伊真唔甘，因伫索多玛城所建立的家业，或者是索多玛城过去迄个荣华富贵的现象。所以人呐，伫救恩的下面，要搁伫少年过去家己伫迄个堕落的生活所得到，安尼是无配合伫这个救恩的福气。这嘛是耶稣伫讲讲，手看里尾，头看后面的，袂当。真做福音的同工一样，哦，袂当入上帝国，因为你手看里尾，头看后面，就是你若是有这个后顾之忧，你就无法度承受到遐大的恩典。啊，咱搁再看一下，罗德，当这人客住伫伊的厝，这两个天使住伫伊的厝，咱去看到什么？规个城的查甫人走来，我来伫个厝底下，弄伫个厝底下，伫弄门，大声喊话，
说叫罗德要将这两个人送伊，因要好好啊，甲伊做阵。咱会当看出这个城的人真歹，佮真对了。有迄个所谓做东性反感应的现象走出来。啊，一个城若有反感应的现象，佮是这个东性的感应的现象的时，这是真危险的，对一个社会道德伦理会造成破坏。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城。咱看见上帝要毁灭这个城的过程的中间，罗德的母因为岳头在少年过去的生活，地高嘛死去。啊，到剩两个查某囝甲罗德一个走去山顶避的时阵，结果这两个查某囝嘛去做迄个上歹的代志，就是因刁工将罗德搭灌好醉，然后甲罗德分别甲罗德伫安怎做伙生囝落来。啊，咱知一个叫摩押，一个叫阿文。所以后来摩西律法的内面规定，这两族的人叫做乱伦的后代，无清气的人，未当入上帝会所底下来敬拜上帝。刘英兄弟，即卖圣经的注解用这种的方式在描写什么？伊在描写人，那待伫迄种真对立的环境的中间，你要怎保持你的信仰的纯洁性？罗德失了信仰的纯洁性，这是真可惜。不然通在一个社会环境哪呢？你要怎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洁性？这个是一个真大信仰的课题，嘛是今仔日所有的基督徒，咱得爱认真来思考、来反省的一个信仰功课，让咱在这个混乱的世代，咱保持对上帝信仰的忠实。这个是非常重要，真多谢你把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。愿上帝赐恩祝福给你以及你的家庭，三个子弟，再会。来吧，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下。